大家集中一点点，好吗？就是我们，对，我现在往后，集中一点。那个，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不能白看啊，要去想办法找人来看戏，支持天若光。好不好？谢谢。啊，那个票务单位一个人负责认购十张，登记一下。拜托你们了啊！拜托，拜托，拜托。好，听说今天购票还有折扣是吗？啊，今天购票享有八折，在门口啊。好像李宗熙的预照不是签名照一张啊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哎也谢谢合作成员，谢谢。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，麻烦大家多多的告诉大家，天若光这么好看的一出戏，谢谢，谢谢。